主料：龙骨500克，黄豆50克，红枣8克。辅料：鸡精、盐、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龙骨洗净，黄豆和红枣，把所有材料都洗净，放高压锅里，加适量清水和姜片，大火煮开，中火煮50分钟，最后放盐和鸡精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如果不想要那么长的时间，用压的方式也可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